大家好，这边的话就是北海市关林山，好像是北海市的唯一的一座山头嘛。我沿着这个海边转一圈，看一下。哇，这涨潮了！这退潮了。那等一下过去了，会不会过不来啊？啊，这退潮了。现在是退潮啊，涨潮啊？退潮。退潮啊？哦。哇。哇，你看这个海水一下子涨潮了，这卖东西的都是等一下又淹在水里面去的。这个涨潮的速度真的好快啊。哇，你看这个卖瓜的那个农民，涨潮了他又无动于衷。在那里了。这个海边的话是挺漂亮的，可以沿着这个海边一直过去的。这个北海的这个关林山的话，它门票是免费的，不需要门票的。这个停车费要10块钱。这山的话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山嘛，但是它这个海岸边的话非常的漂亮。这边估计还是要小心啊，这个刷下去的话没得救了，你看一下。是啊，哇，需要今天天晴啊，是吧？前几天都还下雨。哇，金光闪闪啊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破房子，过去看一下。这个房子以前是有人住的，住在这个海边啊，你看一下。
你看一下，没想到这个海边的居然还有房子，是不是？这么奇怪了，你看这房子就建在这个海边，这海浪一冲的话，就冲在房间里面去了，是吧？太奇怪了，是吧？这房子就建在这个石头上，你看一下，嗯，它就在这个石头上建着呢。这些对吧，应该是被海水冲垮的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冲垮了，剩下半片了，这房子。嗯，哇，金光闪闪啊，这边看过去。哇，原来这个是一个碉堡啊，是一个暗堡，你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暗堡也建得够隐秘了，太隐秘了，建的。哇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是射击孔，你看它就建在这个石头上呢，是吧？然后这个石头的话是悬崖峭壁，哇，原来是一个碉堡。哇，这边还那么宽啊，你看，然后这边全部树林子这样子封住了，哇，这里能进去吗？这有条路可以下去啊，哇，这么长，哇，真的可以进去，哇，这也真的太杂了吧，你看我坐进去看一下，废弃的暗堡啊，这个哇很脏啊，全部都是垃圾啊。然后你看这射击孔，哇，就这样子对着海海岸外面，你看一下，哇，这个视野非常的宽敞，你看，然后这边也是，它三个射击口，你看，是吧？这也是对着外面的大海，哇，哇，这个拿这个炮的话，在这边就可以守住这个大海啊，你看也是，嗯，扎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，你看它这个也做的非常的窄啊，这个很小，然后外面全部被这个树覆盖了，看一下，全部覆盖掉了，只能从这边上去的。哇哇，跑出来风景真的是好，哇哇，我再沿着这边走，这边也是风景很漂亮的，这个石头很古怪，海边的石头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我再走到那边去，那边有个沙滩，到那边去看一下。
这个山上的树木的话也实在是太茂密了，你看呀，很茂密的，密到一点缝都没有。它这边还是沙子，说明它的海的话有时候会长到这边来嘛，是吧？哇，哇，这边用铁丝网网住了，应该过不去了。铁丝网拦住了。这里拦着铁丝网，网着铁丝网这里面。不知道做什么的那些房子呢？只好到围去了。